Rocket 真的蛮贵的啦，它价位真的如果你想要便宜点，用雷蛇也不错啊。我觉得雷蛇之前我有只990块基本款，我觉得那只就很好用啊。我现在不知道多少钱，现在应该更便宜吧？这样好像999雷蛇基本款，那只就很好用，便宜又大碗。那我们先标谁？先标格雷夫好了。我，我的口袋里又一只大怪兽。你口袋里有什么大怪兽？你该不会都在你的口袋里放神奇宝贝，还是你在做什么？你口袋里怪兽是什么、啊？你是你的钱包、手机吗？还是你真的带一颗神奇宝贝球放在你的口袋？小心点，人家突然变，觉得是神经病啊！我的裤裆有大岩蛇，这个你不要。现在才几点？不要讲这种话好不好？我的裤袋里有干牙龙啊！是叫大干蛇还是干牙龙啊？就大干蛇不是可以用那个？我记得金银版的大干蛇好像可以进化，可以进化成一只干属性，那是叫三小啊，大干龙哦，还大干蛇还是干牙龙？我忘记了，就是有干属性的那只大干蛇啊。哦，我以前玩三把金版，我超爱那只很躺很硬，就跟我一样，我特别爱用那一只啊。那只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是钢牙龙哈。哦，对，大哥。啊，大干牙龙和大干蛇都行啊，都行。你的是绿毛虫，钢属性啊。回来回来回来，这是我的。我 QC 真的改好久，之前2秒，想跳就跳。但好像还好，还行。可以接受的大概速度。很多镜头之后就去抄了，旁边去抄格雷夫。不错，走了。不过我喜欢，还来一只，把它拖过来这里。安安，安安，triple kill， 雪海龙。没有那个位置。没有这个时间点，你跟镜头打起来就送头了。一攻，抱歉，对不起。他打了一半三等啊，那我不敢跟他打了。耍废了，送个闪现。因为本来我是看他两等才直接起他，结果我直接做一攻，他直接重击三等，有点吓到我，我就闭上了。长龙马脸专带风向，马脸哥。看他们好激荡啊！他们太激荡了。他真的好烦哦！快退，快退！
太太冒开了，冒开拍，冒开开。哎、欸，葛雷夫刚不是往这边走了吗？刚才眼看他走过去、欸，没想到他竟然还在上路。到哪都遇到这葛雷夫、欸，哎，老夫太贪心都不回家。好了，回家回家，再不回家就真的是真的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到哪都遇到这葛雷夫、欸，哎，英文不算。然后基本上这样进去，我会把他打爆啊，因为我刚没有补装备。我现在这装备进去打格雷夫，格雷夫看到我就是啊，好可怕，记住好可怕，然后就会直接往后退，直接被我打退。这个我已经在这个墨菲特身上看到了所谓的石像。我错了，竟然有那根东西，我被那根看到了，我被那根怪怪东西看到了，害我没办法去干咳。我现在墨菲特非常的害怕。哎呦，没中哎。他看起来中了哦，那应该只是推倒，没有击倒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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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觉得葛雷夫在这里。哦，他下眼了，大夫，必须 go go。欸，男枪在这里，感觉不能大夫。哦，打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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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格雷夫，打起来！格雷夫，格雷夫，格雷夫，格雷夫死去！哎。干！我又忘记标人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要怕，顶住莫菲特。死！想到他残血，我可以去捡个尾刀，刚好可以让我叠分数。没想到他就这样去了。好，现在葛雷夫等等有点想吃这个蓝 buff， 什么要想这个蓝 buff 下个眼，然后抠队友过来寻找这葛雷夫。葛雷夫100%在这里，出来吧，葛。啊，斯瓦卡，哎，斯瓦卡，哎，蹲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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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斯瓦卡！别打我！好，好打，好打，好，我们准备开啊，准备开啊。咻！来，给朵拉，给朵拉，朵拉吃好吃慢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朵拉吃好吃慢。走喽！基本上我进去对面野区，对面去，对面去看到我，对面这样看到我就是啊，这种进来了，好可怕，吓都吓死。再来我们要出什么？我觉得出那个啥，给出，我觉得幻影之物好强啊，这装备，走起。
嗯，表哥就急，哎，像格雷夫应该在这里啊，他应该想说，哇，我终于有红可以吃了，所以我现在自己有红，给他吧。然后等那格雷夫 gank 上的几率，差不多有30%。来了，格雷夫来了。最新的 damage 绝对不是剪头啊！我以为给不来，他在破坏兄弟点。哎，格雷夫，格雷夫，呼呼呼呼，格雷 TP。TP 干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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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哦，干啥的？他好凶哦！糟糕，怎么是我砍他？哦，再交给你们队友。太天真了，哦，这个极限作秀。别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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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！啊！干，被换掉了。干，最后被雷神触发打死哎、欸！没有那雷神触发，我应该是不会死的。什么开啊？这样讲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真的假的？我刚没有看到哎、欸。我刚想说，我那闪现要躲他大，然后他奇怪，他怎么没大？因为他撞墙了，他真的撞墙了，我没看到。那嘎达，大大，谢 T 861，请干爹感谢订阅。这样啊，刚是我撞墙，他是撞哪个墙啊？他撞这里吗？他撞这里还是这里？他撞哪儿？是上面还是下面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送好送嘛。我看来很想死。走起！那是。哎，究极，究极，他怎还敢吃这河蟹？来了，究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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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样不好啊！你这样，不要放弃治疗，究极。我直接放弃治疗了，太偏，还好差点被抢，因为我没有中，没有中击，没有中击。好，我们再去找格雷夫吧，格雷夫，格雷夫，紧抓我，伞来了。哦，他直接上哦！我干，流氓哎！哎，你要逃掉啊？完了，我死了！电脑电慢。哦。大夫有点浮夸，为啥每次塔都打我啊？塔出哦，因为那个茂凯 W 了，茂凯 W 真的是很烦，会重置。像个男人，像个男人，像个男人，对，就是这样。Okay、这个晕，回家喽！我们来个超级蹲点，好，我下了魔，好 Q 打 V 够一套，啊，这边守株待兔哈，喝个下午茶。
此悠闲的下午，真是需要我在这边挂网。啊，你拖过来，拖过来，拖过来！哎，你拖错边啦！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不动，我不动；敌不动，我不动。好，就是现在。明天要过来，我去背的。就呀，哇，好多钱哦，2629哎，能不能买个这个幻影之物？通常第二件装备都会选择出手套啦。好了，我们就出个手套好了。这种才可以让我们劲爪变大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来使用俄罗斯轮盘。下一个死的是谁？下个死的就决定。哦，伊利还没死过。好，我们现在给他标记他，这样等等，下一个死的绝对就是伊泽瑞尔。好，让大家看看我的标记。我的标记厉害在于，我标谁那个人绝对不会死。哎，嗨嗨嗨 ，Hello。安安，不行，我要杀伊利！伊利，麦卡利被揍，麦卡利被揍，丢西利！跑了，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原谅他。我都标记说要给他死，我就是要给他死。我伊利在哪？哎呦，哎呦，我好会跑，太天真了。有没有标谁，谁就要死？不管他在哪儿，我说他要死，他就要死。走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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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开，开开。我来贝特。我敢，他在凶三小。哎，快打杀！快打杀！快！哇啊啊！傻大我啊，笨蛋！哎，大我啊！他现在等大姐，他大姐在洗地，他在等大姐洗地。哎，哎，刷卡好吗？等一下就爆了，刚才躲在那，怎么没跟我讲？我有只啾啾跑出来，我想说我去用150滴血反杀什么，靠，啾啾被点死了。从没看过有人提出这么犯贱的要求，老靠北哦，他从哪里出来舔我的、啊？他哪过来的、啊？真的是阴魂不散哎、欸。那大大 CMP701020233等，感谢订阅。还要吃龙哦，讨厌吃龙哎，想打架。走起，推走，推好，推慢。
那这死龙其实蛮强的，看现在的回血速。哦，哦，他在凶三小。哦、他不野。嗯，嗨。哦，他想剪尾刀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是我的头？干，被他小猪精炸死了。小猪精好强哦。好，现在就来让你们看位置走位的厉害了。我一下会被 ED Q 到，你们信吗？信我吗？你们要信我，我一下会被 Q 到。来，看我这个风骚走位。等一下，等等，好，快点，快点。干嘛、啊？对面的出来打架呀！我不要一力。送走哎、欸！好，点好，点满，点好，点满。哎、欸，冒开了！哎、欸，我刚才被 Q 打到了。哦 ，Go！ 哎、欸，对我们要够了，我该散了吧？冒开散，随便绑一个。我、哦、哟，好好深啊！冒开这个进场，这进场真的是有够深的。好，等等我就闪石龙大给你们看，我先在前面摆烂，然后等石龙就打我，然后我就中了。啊，快逃啊！哎、欸，奇怪、欸，我刚我完全看不到石龙大我、欸，哎，是我老了吗？哦呦，垃圾。来呀、啊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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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呀、啊啊！割这个风筝，再跳回去。别说了，小猪鸡也想杀我。哎、欸，鸡鸡。哎呦，代币 S 减。